哎，不可以在室内踢球，没礼貌，弄到人了啦！哎，你太嗨了吧？干什么？我把你关在里外面。哇塞，等一下，2024哎，我怎么办？我挡到了，拍谁？看2024年哎、欸，真的贵，现在已经2024年的新游戏了。我到底要放哪里啊？啊，先看给你们看妙蛙时钟啊。如果玩普通模式的话，每一回一定会出现怪异 Nightmare Mode。为什么只有正常版跟梦魇版？梦魇版的意思是它有时候可能会有怪异，有时候是正常的。照理说我们之前玩的八号出口就是有正常跟不正常的混杂，但它的状况是你玩正常版的话是每一回合都有怪异的地方，你要找到怪异的地方。那如果你玩梦魇版本的话，它会混合，就是哎，这个场合有时候是正常的，但是它里面有时候有可能会遇到不正常的。因为你知道它的很多，我在想我们要先好啦，我们先 Night Mode 啦，怎么样？这次喵哈直接先挑战最难的，啊，就是这个家伙，我们待会应该会被这个家伙吓，因为它有耳朵哎、欸，到底是什么东西？它有尾巴哎、欸，Konotabiwa， 哦，这也是民宿。感谢你在这个民宿住宿，你需要知道的事情是 你那个 check out， 你必须在9点前离开 check out。我们不是那种 check in 跟 check out 嘛，就是他是9点的时候要 check out。check out 的中文是什么？我们好像也是讲 check in 跟 check out 而已。然后麻烦你的是，在你休息之前，请把所有的灯都关闭，然后请还有麻烦和我家的小孩玩。うちの子供遊んであげてください。请和我家的小朋友们玩。哦，没有门啦，我和我的小朋友玩。啊，それでは長い夢を楽しみください。那如以上遵守的话，祝你有一个愉快的长梦。所以你的小孩是什么东西？啊，和他家的小朋友玩是什么意思呢？啊，算了，今天已经累了，就去睡吧。啊，但在那之前，我们必须把房间都看一看，还有要把那个电灯给消掉。已经要睡了吗？是的。咚咚咚咚！哎呦，不要喊一下了！现在时间1点，他可以回去睡吗？所以简单说，他这里有一个人写了一个信给他，那这个人的经验来说，来那个这个人的经验来说，来告诉我们这里现在是什么情况。这里是一个梦的世界，会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那你遇到奇怪的事情的时候，请用相机把它拍照，再去睡觉。那我们要指针指到9点的时候才能从门里离开。那如果假设你真的找不到怪异的东西的话，你可以去捡右边的收音机，收音机会依照你那个接近它的程度，杂音会变大。所以你就可能可以注意到它在哪里，但是它可能会会时间会倒回。简单的说就是你真的找不到它可以帮你，但是你的时间就不会推进这样子。那如果你真的找不到，确定这里是一个没有怪异发生的情况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去睡了。简单说大概是这样的游戏吧。哦，所以我们要先捡这个酷东西，这个应该就是垃圾油吧，所以我们先不捡垃圾油。我忘记看他们刚刚手有没有举起来了。他不给开灯，为什么？很暗呢？等等，我没按错吧？为什么不给开？怎么办？我看我们现在1点，好了，不管了，直接睡，我觉得是正常的。有欸，2点了，刚是正常，不是你会，是不是太快了一点？欸，他左下角有个笑脸欸，这到底是不是正常的？应该是这个钟吧，他太快了吧，刚刚没那么快啊，应该只会有一个怪异吧？欸，有欸，我知道，确实是这样，是这样玩没错。有没有？哎，别的把 CP 掉，什么的黑呀？哎，
他是不是要给我吓跑到我面前了？我要这样后退哦，我不回头哦。睡觉。四点，好酷哦，邻居的小孩。这场应该……哇！怎么死？干嘛？怎么干嘛？怎么干嘛？干嘛？干嘛？怎么发的？我看到了，你怎么长高了呢？好快，三点。不是，我以为只有那个紫色的家伙，怎么突然跑出一个小？他说要陪他家的小朋友玩，是那一只小朋友，我以为是这一只啊。那待会你会不会在床底下？Check check check check. What the why? Hi. 他就只会关灯。好啦，水锁关灯好习惯啊！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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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谁拍谁，是这个才对。他可以拍两张以上的打勾哎、欸。他会不会待会儿那个小孩就是有一个姿势是爬在墙上的那种忍者躲藏姿势啊？我会笑出来。你怎么一直偷看我？你刚刚眼睛不会动的哦。原来他也会动哦，好恐怖哦！我刚刚是没看，你看他现在眼睛不会追踪了，他刚刚眼睛会追踪。哇，这手还是花而已啊！没有音乐很困难，卫生纸多一卷，真的假的？先弄默默的算了。没志气，就现在确定每一回都有怪异，不然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我想要先开通他的图鉴，看到底有多少个。你跑哪去了？啊，我没拿相机。哎、欸，他没有勾勾哎、欸，他不见了。かくれんぼ、君はどこですか？ここだ。ここか？どこ？どこですか？あ、ハロー。你跑哪去了？かくれんぼ。な時間だよ。どこ？どこですか？哎呀，跑哪去了啦？小屁孩回家哦，该睡觉咯。怎么了？快去啊！上厕所在马桶上好不好？不要在天花板上厕所。哎、欸，如果他是每一回都要找他的话，我会觉得还蛮有趣的。有没有这种模式啊？不对，我要找椅子了，是不是？他不给拍，白痴哦！我还要他家具会移位啦。哦，隔壁邻居 ，Python， 你可以把椅子还给我吗？你不要这样偷偷来呢。有没有在下面？哎、欸，对，我忘记 check 上面了，我看一下。自己的地心引力是不是有一点问题啊？好酷哦！所以我现在知道了，当我们找不到这东西的时候，抬头看，然后有一个东西又不见了。好可爱哦，他躲在这里，他会眼睛会跟着跑哎、欸。哎、欸、哎，那我出去。他说我们来玩捉迷藏吧。咦、欸。找不到呢，是我输了呢。
我被一打开就吓我。可是他讲话声音还蛮可爱的。啊，如果被他抓到的话，我觉得最恐怖的是重来，直接重来我会哭给你看哦。我还没拍照，我要拍啊！我要再找他一次吗？可是他刚刚说是我输了，找不到他哎、欸。我们来拿看这个好了。头上真的假的？刚没看到啊！真的哎、欸，吵死了！这 radio 可以把它放下来吗 ？OK， 我们知道 radio 怎么用了。那这样子，他是不是要重来了？对耶、欸。嗯，没，好大的箱子，又是卫生纸，真的假的？哎，又是你啊！我刚刚没有纸，对，它有分格子，哎，好心机哦。嗯，哎，地毯可以勾，哎，可是我真的忘记，哎，真的假的？是地毯，我相信你们哦。现在几点？两点。啊、哦，真的耶！哎，真的耶！啊，看到了，它会动一下，好可爱哦！哇，我要走过去看。意思啊？哦，好酷哦！它是不是越来越大？我就看它会变多大。好挤。变大吗？好像没变大，就这样哦，极限了。哇！所以我该下去吗？我要下去。哎，不是嘞，你自己要我弄那个洞要我跳的呢，不是这样吧？喂！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那收音机就等于是放弃了，只是告诉你东西在哪。好，可是我们看我们这一场好像真的也只能用收音机了。啊！白痴哦，你少一个卫生纸自己去补啦，生气！火！对，它是从手指头喷出来啊！等一下，我突然很想吐槽一件事情，没卫生纸了，是异变，是恐怖事件。他是连他的膜都不想做了，是不是？不是，你好歹放一下头发嘛，用个光头很奇怪嘞，看起来超像随便找一个建模，真的有免费建模，连那个帮他做造型都懒得做，就直接黑影过去，好歹有点衣服，穿着衣服跟头发的感觉吧。这手很小一颗哎，对，他是从，还有几只右手啊？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六只，然后这个是左手，一只、两只、三只，六个右手，三个左手，那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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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这样打了，太近了啦！你是玛丽哦，我是玛丽，我现在在
你家的巷子，我是玛丽，我现在在你家门口，我是玛丽，我现在在你家你后面。我要讲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我家的猫现在不在家，所以现在变成如果有怪东西的声音的话，就表示是真的有东西掉下去，不是我家猫搞的，这个比较恐怖。等一下，你的眼睛怎么了啦？流血了，流汁了，还是涂太黑了？天气太潮湿导致墨水晕开来。跳出了一个成就，20个。哦，还比八号出口还多的。什么意思？这楼下邻居会抗议吧？哎，哦。我看到了，9点了，怎么有点亮亮的？阿里嘎多，拜拜，谢谢，再见啊！早上了，我们终于醒了，现在不能拍照了，所以是可以离开的意思。傻傻的姑娘带一朵花，不对，我们应该唱《直到梦里》。你有没有版权音乐？我很害怕哦，应该不会有版权音乐吧？1998年到2024年，真的假的？你发研发那么久吗？1、2、3、4，81个，81个，我混在里面，真的还蛮有。难怪他要说梦魇关卡，原因是因为他的怪异太多了。我要偷吃饼干，我的血糖要降低了。Oh my god！ 先等我吞掉这个，我们又要玩捉迷藏游戏了。嘿嘿嘿，卡哇伊呢？こっちを見てよ。はい。かくれんぼしよ。はい。五。我要给你抓。四。四。三。二。一。看到你了，喂！所以他这样就应该是输了的意思哦。所以他如果跟他玩捉迷藏的话，真的要跟他玩到躲起来，让他找不到，不然你会输掉。哎，我觉得这个游戏很有创意耶。嗯，不是吧？我要找球啊！白痴，你们到底多喜欢天花板？屁屁哦，有点礼貌好不好？哎。哎、欸，不可以在室内踢球，没礼貌，弄到人了啦！哎、欸，你太嗨了吧？干什么？我把你关在里外面。可是我刚刚不小心拍到了，我好像得再拍他一次。有个笑哎、欸，在外面了，太恐怖了。隔壁邻居吓死。你在干嘛？那颗球在干什么？不行，我觉得这个球超好笑，烦死了，那颗球！我びっくりした。我看到了。你的耳朵怎么不见了？原来是哆啦 A 梦的部分。哎、欸，他这样比较可爱耶，好可爱哦！伊丽莎白是你，好可爱哦！这在哪里买？我想要。哇，这什么？好酷哦！是那个水果网袋吗？我看到了。哈哈，这个有时钟就去拿，哎、欸，好酷哦！这个设计，如果有这样的时钟，我会很想要哎、欸。虽然那个看几点的时候超烦的，看得懂是看得懂，但是好烦啊！好酷、哦，哈哈哈哈哈！怎么挂的？教一下。我觉得它有一些那个怪异的地方，好好笑。
思啦。这样痛不痛啊？会动吗？他的肩胛骨好凸哦，这是他的背部哎，他没啥屁屁耶。我要怎么位置？我用这个位置拍他。到底为什么要一直玩电灯呢、啊？啊？刚走的脚步声有这么大吗？啊，我看到了！哎、欸，不要跑，白痴，原来是你哦，害我找个半天。它移动范围多大？超自然震动，楼下邻居表示抗议。B， 这个相机的震撼力好强哦，强到连墙壁都可以震飞啊！啊，卡古兰博的游戏又开始了。哎，在哪里？还是他在垃圾桶里？你被丢掉了，好可怜哦，该丢了啦。我看起来，哎，他不见了。刚刚少了一个水龙头，你怎么跑到那里去？呀，别别别别别！快哭啊！这没地方躲啊！这样就行了。老松，啊！什么意思？这是一击必杀吗？啊，不干了啦！哎、欸，对，那样啊，应该有算解到，好可爱，好小。阿克雷巴西呀！啊，没有迷你版的吗？花栗鼠音，阿克雷巴西呀！啊，出现了！所以它是什么角度拍的？那、啊、这样子，才会那么大的脸。他不要告诉我叫卡库连博，那我要先躲这里，太好闷了。原来是这样子啊，他会跟着你的眼睛走、欸，哎，睡觉。你渴望力量吗？烦死！现在等一下，那你知道那个东西的梗也已经有一点，现在小朋友可能已经不知道那个梗、欸。他又不见了。到哎、欸，这个位置我们不是解过吗？他一定要躲这种地方哎、欸。我没地方，我没办法去那种，没办法开门，他把门给锁住了。米奶呢？找不到了，是我输了呢。原来这箱子是要这样用的吗 ？Oh my god， 这样怎么躲啊？要这样哦？啊，不就要死过一次才知道？请问这里在维修吗？太多垃圾了吧？为什么会有垃圾？好酷哦！不是，为什么是丢垃圾？什么意思？这手关的好习惯。我想说你，我这样子哦，好酷哦！为什么不动一下？浮空术应该不会被他杀掉了。好久没见了。在哭我，我要躲哪？
不行，对啊，我知道了。这样子嘞。只要拉窗帘就好了、欸。是我拍到他吗？一直等。里面关了什么东西？怕爆！啊，看到了，好像蟑螂哦。哎呀！伊莫吉瓦利。哦，它打开了。我总觉得很像那个 IB， 好像有 IB 的那个眼睛被发现了。不是，我刚刚盯了你很久了呢。我要用收音机了，可恶，在这里。是，哎，那很机车哎、欸，哦，怎么去开那个东西啊？气死！事实证明，文字的顺序不影响阅读。电灯变方了，真的假的？哎、欸，真的耶，好酷哦！啊，かくれんぼの時間です。哎，等一下，如果他找我，这次我要躲在哪里？他这个门一定又给我关起来。过来，我要躲这。三、二、一。見えないな。僕の負けだね。負けたよ。我躲到那上面去看欸。那、啊、如果假设啊，我躲在这个位置，他会看得到吗？我是不是只要不对到他眼睛就好了？我想实验看看，但我不想输。欸，他怎么跑到上面去了？咻！觉得目前最酷的就是那个。超长的鬼，哎、欸，你是不是打开了？里面是藏了人吗？耶、yeah, ，是人哎、欸！你要去哪？不是、欸，大哥，我要睡那个地方，你可以过去一点吗？什么意思？我帮你开门，来出去，出去，下去哦！不要玩行李箱哦，下去哦你。好酷哦！不要反过来，反过来有点恐怖。哎，是手收哎、欸，我要近距离拍他。你这样不会夹到手啊？感觉会夹到手哎、欸。放弃，我需要垃圾哦。又是这里。场都有 check 这幅画，结果这一场我全全没 check， 不气死！我还以为他打什么摩斯密码，这个变了。他是摄影机在照着我家前
前面耶，所以我可以看到东西在拍吗？哪里有针孔摄影机从这个方向？对啊，是那个方向拍过来的。可是我现在开门了，它也没有变。欸，有耶，太高了吧！那卫生纸要怎么拿？哎，没有打勾，是手啊啊！我刚本来想看里面的，可以再打开一次哦。哎呀，他的手也太多了吧？因为喷的满脸都是啊。对，我差点就下去，下去就重来了。现在重来太不划算了，所以我算是运气很好，把吓人的好像几乎都一开始就解掉了。那小孩子在前面出现频率超高了，这是一块今天早上的松饼铺在空中的部分。哇，太黑了吧！可以不要吗？可以不要吗？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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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睡，我要去睡，我去睡，我去睡，我去睡，没关系，我去睡，我去睡。Oh my god! Oh my god! 怕烟烟就把我淹死了。かくれんぼの時間だよ。该躲到浴室了吧？是没有，到底躲在哪里呢？哎，哦，因为我们刚刚这个地方失败的关系吗？那真的，如果你走太快，一开门就下去了呢，很恐怖呢。好艺术啊！自动校正功能。Complete， 我的右下角跳出了 Complete 的成就，所以我们解完了81个。怎么是你重复啦？讨厌！我拍你的脚脚，不行，这样拍不了。什么意思？为什么一定要这么近？有啦 ，complete 啦，耶，杀人了，耶，解完了。为什么有哔哔哔声？本来就有吗？哎，我们这时候回头位置。对，我们刚刚都没有回头哎，因为他们刚刚在背后。哦，刚刚最后一下我有毛到。对耶，我刚刚为什么都没有尝试回头？Oh my god！ 对，他那是追杀还是跟我们说拜拜？觉得这一款很有诚意耶，就是那个还不错，而且因为它有80几个，所以其实我觉得不会像那个8号，因为8号出口大家比较熟一点，然后它只有10几20个，所以大家很快就会马上看到错误在哪，所以就算其他实况组在玩的时候爆雷的成分会比较多，但因为这个我觉得真的太多了，所以就变到其实你比较不会那么怕有观众爆雷，然后那个互动上也可以有的这样子，我觉得还不错耶，就是这一款，然后也会有一点点小小吓人的部分，但是也没到那么恐怖。然后我觉得太机车的部分好像也还行，就是没有到那么夸张机车的程度，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款算是做的还蛮厉害的。